激发支持。我再感谢田会长十多年来领导工会，把会务搞得有声有色。我希望各位董事再接再厉，把会务日日之上合作支持。最后，我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家庭和气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新会长的发言。那么，接下来请大家继续享用晚餐。那么，希望在座的各位中青中乡多多来我们的会馆参与我们会馆的活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来来来，谢谢，你好，你好。